喺學校以外，政府都讓學童接觸更多。成身體健康非常好，現時冇確切的退休時間表，如果有決定會正式公布。發言人指，李嘉誠過往都有提及退休計劃，以及對他的仔李澤鉅領導集團的信心。外電較早時引述消息人士說，李嘉誠計劃明年被食環署撤銷檢控的75歲婆婆，下晝到中區警署攞翻被充公的手推車和紙皮。協助婆婆的區議員李志強話：向熱心幫助婆婆的市民致謝，但重申婆婆不接受外界任何捐款。李志強話：多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聯署去信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，要求檢視針對無牌小販的政策，避免前線人員有不合乎情理的執法。西班牙當局指控英超球隊曼聯的領隊摩連奴，在當年執教西甲球隊皇家馬德里的時候，涉嫌稅務欺詐，摩連奴未有回應指控。根據指控，摩連奴在2011年至2012年間，在稅務上欺詐西班牙總共330萬歐元。一名檢察人員透露，摩連奴在涉案期間並沒有交代個人肖像權方面的收入，形容那些是他的非法收益。財經消息，英國富時100指數報7502點，跌了20點，道瓊斯指數報21514點，跌了14點，纳斯达克指数报6227点，跌11点；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446点，跌咗7点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：港元7.801，日元11.65，瑞士法郎0.975，澳元0.759，加元1.328，新西兰元0.723，人民币6.829。英镑对美元1.262，欧元对美元1.115，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241.91美元，卖出1242.68美元。六合彩消息，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5、18、20、25、35、45、特别号码34号，头二奖都冇人中。三獎有287注中，每一注是派19000多元。天氣方面，同低壓槽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。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大致多雲有驟雨，今晚同聽朝早有幾陣狂風雷暴，稍後雨勢逐漸減弱，氣温介乎26至30度，吹和緩南至西南風，風勢間中清勁。展望隨後幾日炎熱，部分時間有陽光。而家氣温28度，相對濕度87%。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。We are a family at 94.8 FM FM94.8至96.9，香港電台第二台。Radio 2，我成日出街食嘢，点先可以食得健康啲啊？咁去有型食肆啦。